还有鞋子啊。还好吧，因为我的世界只有英雄联盟。几个大佬打一套，哇靠！你这样躲我剑是吧？哎呦，这波失误了，前面不应该。打不了职业了，年纪有点大了呀。现在打职业没个超过18岁就不行了。控制别的无所谓的，他说我打野菜什么的都无所谓，只要不说我的牙齿就可以。玩了多少局亚索？都玩了7点吧，玩了7。看看就行呗，谁也没有想到今天是 BLG 赢那个韩华。我靠，我操，我帮你击飞3个人，你这样，我以为他必死，我懒得击大了，我也懒得放点燃了，因为我刚刚看他被那个，我刚看见被那个控住了，我就懒得接老子跪一下，我操，杀鸡啊，走位，哇，哇操，据他抖音关注一下，你搜一下二弟应该也能看到，他也在抖音，我不知道这2天播了没，他也刚来抖音。23，哇，可以，黑小雨强。有很多难打的，你玩的不好什么都打不过，你玩的好什么都能打，这个板谁就看自己的。我靠，跪下，给我跪下，穿墙。翡翠局玩把肉，玩不了。爱看牙子族，这个一你找这个一强